老爷子，你少了一样东西，你的眼镜不见了。OK， 连你的身份证都有戴那个眼镜了，你看。不过这一种情况哦，我是可以打电话去问的，或者我可以问一下他。What？ 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我差点就搞定了，我差点就能尝到你的肉了。非常的好啊，你给我滚吧你！很可惜你失败了啊哈，你尝不到我的肉了。他露出真面目了，他忍受不了了。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哟。